这是一个充满了梦想与爱的特殊画展，作者是224名勇敢追梦的藏地天使，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身体障碍。当经幡的色彩被想象力涂抹，雪山是最璀璨的画廊。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支持爱度用艺术点亮梦想公益项目。未来的小艺术家们，勇敢追求艺术梦想吧，和你一起为爱而来。